我们是走了。拜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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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。那你就是有特别想要合作的吗？杰琼很可爱，问得非常直接的。特别想就跟沈月。哦。就我，就是有啥说啥吗？哦，主要是因为我们上次演了，然后你就很想跟他合作，是不是？还是你一直就想跟他合作？我一直都挺想跟他合作的。那我是可以走了吗？不好意思，我还是先过去找一下沈月。他去找沈月去了，对。哎，何宇怎么过来了？不行，我还有事儿。忙，忙，抢人，抢吧。那因为我们骑马的时候，基本都在正在研究如何骑好马这件事儿，但是没有过多的去了解。沈月，因为我特别想跟他合作，去拍一些剧目，所以我想的就是多跟他沟通沟通。打扰了，打扰了，打扰了。哎呦。小何，拍张照片啊！好好，来吧。拍上了。拍上了吗？可以了。OK。OK。那我就带着沈月走了啊。啊？你不来这找我的吗？没有，我来找沈月的啊。我忘记了。啊，这是一幕，真的是。你知道吗？刚刚是。你还有那个。让他给我吸上。跳下就好了。然后后边我看看。后边。好了。这个。走到队长。那我们就走了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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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所以我觉得沈月他在戏里很适合搭档有男子气概的男生。对，沈月有一点喜欢那种驾驭他的，而何宇呢，就是有一点大男人。所以他俩是特别明显的互补型的，这个是的。小心路，冷吗？现在不冷，里面真挺暖和的。骑马好玩还是坐陶瓷好玩？问这种问题，就。我觉得两个不熟的人，你第一次聊天、约会什么的，最好就不要坐着。